这里停这么多车呀？这边肯定是有农家乐呗，旅游的地方。给、哦，看小古城村景区，咱们去看看能不能晚上在那吃个饭啊？咱们就别坐了。好，溜达溜达。王八拎着呗。你一王八，我一王八，我一王八，你一王八，俩王八。你看这路边的，这是蔷薇吗？黄老师，蔷薇。蔷薇味好像有香味，你闻太好闻了，有香味吗？太香了，嗯，哎，朋友们啊，这是一个乡村的，太美了，这太美了，真的乡村。你好，你好，宝宝，晒太阳呀，宝宝，这个满月了吗？叫小小好吗？满月了吗？满月了，哒哒哒哒，哎，这抓着我的时候，你看，完了完了，不让走，不让走了，多幸福啊！你说人家生在这个富裕的小村子，这么美的，每天在这儿看着美景，长大了多美啊！得，哎呦，太漂亮了，哇，这也太漂亮，这个农园叫张氏下农园，晚上在这吃吧。好，哎，你好，打扰啦。那个，这您这是那个农家乐民宿对吧？对，也可以住哈。啊，我们没有做餐饮。我们晚上上您这儿点点菜吃吃饭行吗？可以、啊。然后我们这有两只甲鱼。好的。我们付点加工费。好的，好不好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你们都有什么做法啊？酸菜烧。酸菜烧、哦、太好吃了。有清炖吗？清炖也有。那我们酸菜烧一个，清炖一个，好不好？哦、可以，可以。谢谢啊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您，一会儿我们过来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嘞，谢谢。哎，就人村里转一转。嗯。这还有什么？这个土特产的，自己扫二维码就可以领哦。哎，自己开始扫码了哈。对。你买啥呀，宝贝儿？买了一这个。哦，来，走着。一路走一路吃是吧？对，走。那待会儿这个可占肚子了，待会儿会不会不吃饭呀？那吃点吧。买吧。来都来了，来都来了，买都买了。就是啊。哎呦，他自己家做的。真的、啊？那我再给你们一人买一袋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那么多，一人一袋。真不要真不要，我吃饭。啊、嗯。啊，你看，他每家门口啊，哦，都有一个碗。哎。嗯，每家卖东西不一样。哎呀，真好。哇，这个特别漂亮的书吧。嘿，瞧瞧人家这儿弄的，真好。他什么都是叫共享。好多大学生啊，毕业以后都来这些乡村。对。然后他们就开始把这个当地很多重要的东西都开发出去，介绍出去。用新的思维，新的方式。对。哎，你看这井盖也都画上画了。嗯。你看，人家降围墙，看到没有？嗯。让你看着就舒服。对对对，墙都降下来了之后啊，就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沟通啊。对，嗯，这邻居家就可以 say hi 了呀。Hey Mary， Mary， 不是贵妃什么的。王磊老师啊。哎，你好。能拍个照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啊，你来吧，来过来。哎，还非常好。来看那边，看那边。好。好。好。哎，大哥。哎，你好，好帅啊！嗯嗯，嗨，嘿，你瞧瞧，你看我这哎，抱一个拉一个，行吗？看这边，好了，走了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啊，哎，孩子不能，孩子给留下，孩子给他，好了，乖乖，哎，叔叔叫一声，啊，拜拜啊。哎，如果每天早上起早在这个地方走路，他什么心情？我想知道知道。我想知道你有起早的时候吗？我有。明天早上你要不起早，我跟你说。就凡是说那种什么，就在这儿散步，在这儿跑步，在这儿起早，那都是不起早、不散步、不跑步。是。走吧，咱回去吃饭吧。得嘞。多好的地儿啊！这太幸福了。对。坐吧，来，请。尝一下我们的金山茶啊，这是金山茶啊。对，我们今天抓了个鳖啊，这是大自然的馈赠，碰个杯吧。黄老师，大姐，祝你长寿。啊、哎，得嘞，您也是啊。啊，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啊。对我们好妹妹第一次来，我们王王是第五次。
来我向往的生活。真是，对。菜都来了，哎呦，那梅干菜扣肉，哇，这想干什么？哎呀，黄老师，您今天有食欲了哈？今天那我相当，这才是我向往的生活。要是这么录的话，下一季，哎，我觉得节目组就这意思，让您感受一下。不是明年，就下一季，不知道哪年啊？咱俩就争取就一路都在外边吃，好吧？咱们可以，因为第一期已经播了，我们可以用整季来反悔吗？那谁第一个动筷子呢？那肯定是娜姐。娜姐都开始舔舌头了。我先来吗？来吧，来，谢谢大家，非常感谢这顿饭。哎呦呀，哎呀，客人来，小浩，毛毛快来，毛毛。哦，好大一块，好香啊！哦，好大一块。这是我们家的小笋。哎呦，哎呦，我觉得太好了。这个鸡汤。哎呦，哎呦，谢。这是我们这种的那个小土豆。哎呦，哎呦，螺丝好呀！哇，这汤好好喝，汤好喝，嗯。回来吃上苦力。嗯，好吃。哇，这土豆，土豆好吃，是吗？好吃，绝了，好吃。过来就。这是刚才你们带来那个甲鱼。哎呦，哦，这咸肉炖的，尝尝吧。那甲鱼咋吃啊？吃那个它的边是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帮你挑一个，入门级的啊，因为有的你可能不太敢。哎，这个爪子最好吃。给，入门级的。两颗炖，两颗炖。我直接上手了，对不起，我给你挑，我知道。来，这个。其实这爪子最好吃。嗯。好吃，好吃。嗯。妈妈吃了吗？真的快，真的啃在嘴里，好香啊！好吃，好吃哈，好吃。啊，哇！今天黄老师吃这么多，我好开心。嗯，啊，这个菜也好吃，很甜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，这个土菜真是好吃。撤吧，咱们走。悲伤的列车，请你带我走，留下他送我的忧愁。这小浩，你们在杭州哪个学校上学啊？我是浙江理工。浙江理工，嗯，是建筑学院，然后学的是建筑配套的那种。那你最后怎么就放弃了？然后我大学毕业去无锡的设计院里面做工程造价，就是那些工龄二十多年的老师傅，他们的生活跟我刚毕业那个状态差不多。嗯，我突然就觉得说，如果我要干二十年，这二十年可能就是我眼前经历的这每一天。然后我也干了三年，我就说，我说要不我停一下，那个感觉就裸辞了一下。哦，就放弃了。嗯，是哪年辞职的时候？我是2011年辞的职，然后年底做的唱片，然后2012年发了第一张片。那你也够顺的。然后对，他们很红当时。嗯，如果要不被接受呢？上班啊，找工作，再回去工作呀，很多事情可以做。他们最开始是翻唱了《天》，你到底有多少个好妹妹？对，所以他们才叫好妹妹乐队。嗯。还有一个什么那个春歌说叫曲，那挺好听的。我今天有个小小的心愿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那啥。你要 dream come true 是吗？我有个小心愿，我想要跟你们一起写一首哪怕只有四句词的歌，叫停一下。我们一般说停一下都是说，哎，马上停一下，我上个厕所。哎，麻烦您是不是停一下，我上个厕所。就这种停一下，就是不得不停一下，对吧？停一下，停一下。我吃饱了，我停一下。我停了，我停牌了。我停了，哎，对，哎，到了。对，咱们下车吧。哎呦，天哪，这时候真的是这么待着太惬意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太舒服了。又开始，嚯！
那开始跳广场舞了，咱们开始。你怎么一到这地方就来这个？当当当当当。我去洗一下衣服啊。嗯。